天山之圣，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八卷经文，现在讲到金钟奋第二，我一说我是等刘志白二教，分两段，第一是悟证如来性觉，就是自教，从佛的大智海中流露出来，教导众生修学佛法的这个解行修正的方式，就是一直到前面解经明就说完了。这是第二，保随菩萨初心。保随菩萨初心就是后边从现在开讲的一直到第十卷的金钟奋啊，这个就有两大段经文啊，就是用意就是保随菩萨初心。保是保护，随就是安的意思，就是保护出发心修学佛法的菩萨，从出发心修行，经过甘为地实性，一直到登出住为止，这一段期间最不容易这个达成这个最究竟的目标啊，所以在这段时间很容易升起啊见病跟禅病两种的问题。见病就是修学佛法的人啊，这个在正知正见上建立不起来，结果变成邪见，而破见，破见最为严重，是因此啊就会把无上菩提的大道都会遭到毁灭。所以恐怕在这个初发性修学在实性阶位当中发生这个破见的情况，这是第一段文的用意。所以这里的科判叫做明气去申报与狂福第二见次。第二见次就是讲究持戒，第一是遮戒，第二是正这个信戒所以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都是讲究持戒那么说持戒的用意啊，这里说明七趣的因缘果报，用意就是要扶持持戒的心啊能够坚固，不要升起这个恶见如果是着空恶见那么就是升起邪见了，正见已亡，那么升起邪见，那么所造的业那是会堕落无间地狱，最为严重。所以这是为了扶持修学菩萨道学佛的出发心的人，免至于发生这个破戒的问题，所以有第一段文的出现，就是叫做保随菩萨初心，就是保护出发心的菩萨能够很安定的出发心修行，一直到经过实性而到初住。第二段呢，变无印魔境，以狂福第三见次。第三见次是正修，那么在正修的时候，也就是一样的，从出发心经过实性，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最怕升起这个魔境就是见病与魔的病。这个魔就是因为修行的时候认识不清结果把这个不正确的境界认为是佛境，而发生了这个魔的境界。那么由此啊，佛无问自说把这个五十印魔的魔经啊一一详细提出来，让大家能够消除这个免堕落魔境的这个因缘。所以有第二段文，就是五十印魔。现在我们先讲的第一段，就是明气去申报与狂福第二见次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是请说业报令心，就是我呢说明他的这个听过前文之后所得的利益，然后啊请佛说法，使众生对这个持戒正见能够有坚固的信心，免至于
造了错误罪业而致堕落啊。那么第二是诫命希望劝除，这是这第一个阶段的说业报的道理说完之后的话请说业报令性有两段，第一蓄意捏情，第二加举详说，先叙述自己所亲证的利益跟着就说明要惩罚的这个用意然后佛才加赞阿难允许为他详细说明，那么就是后文的这个机器申报。这个蓄意欠情啊，上次曾说到，就是阿难听了上文之后，证到这个二国斯陀含那么就断掉欲界的前六品思惑这个维系烦恼由此得断，那么由此生欢喜心，那么起来礼谢于佛，合掌恭敬，然后禀白于佛呀，说明他所得的利益那么赞叹佛大威德世尊慈应无责，善开众生维系成惑善能开导众生，对这个心地上维系的思惑存在八十天中，能够把它洗得干净，让它断惑正真所以使令阿难今天能够身心快然得大饶益，身心快然，阿难说明他证二果之后身心安乐的情况那么轻快而自然的得到这个佛法的受用，所得的利益非常丰饶所以叫做得大饶益。上次是说到这里，接下去就是请罚的文字，捏情捏住前文来请佛说明这个善恶业报世尊，若持妙明真净妙心，本来遍缘，如此乃至大地草木软动寒林，本源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世尊，此道为佛本来自由，为是众生妄习生起。先说这一段，阿难听到这里呀，他有个疑问，提出来请问佛，和世尊呢，释迦牟尼佛如果按照前文所说，众生本具微妙的真心妙指真心离体不可思议，明是本有的智慧光明，本来是真真实实的真如自性，本来是清净的，这个心是最微妙的，就是指这个真如自性妙明真心这个妙明真心呢，本来周遍，本来圆满，横遍十方，数穷三际这么殊胜的真心离体不但是佛，乃至大地草木无情之物也不离这个真心离体，前面说过通通都是如来大妙真如性。软动寒灵，这是有情的最小的众生，软或者是读到如就是很细的虫子小虫子在地下蠕的动那么它虽然很小它含有这个灵性，这个灵明妙性是跟我们大的众生一样的，像蚂蚁小虫，它虽然体质很小可是它内涵的这个灵性是跟我们相同的我们可以测验看看，这个蚂蚁最小了，这个小蚂蚁它在吃这个东西例如吃人的糖果呀糖果纸之类，
他在吃的时候，如果你动到他，他马上爬走了。他为什么要走呢？他还是一样的，跟人一样，有贪生怕死之心。有东西动到他，他就怕会被任何其他的动物啊把他弄死，所以他赶快跑。那么，所以纵然最小的蚂蚁，他也有贪生怕死这种的观念，这种的心理还是一样的，所以他含有灵性。软动的维系众生，它也含有灵性，就是蚊虫很小，你要打它，它也会飞走。为什么要飞走啊？它怕人打它，它还是贪生怕死。那么它的本源真如，这么最小的动物，它的真如跟我们还是一样，本来的根源就是真如自性。这个真如自性的真体呀，跟佛没有两样，所以说即使如来成佛真体，现在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已经成佛了，可是你成佛了所证到真正的真心离体，也是众生本具的真如自性，并没有两样。那么这个佛体真实，佛的真如自性之体呀，本来是真真实实的，为什么佛尼成佛了，已经转烦恼成菩提了，转生时为涅槃了。既然这个前面所说的二转一果，一转一切转，那佛尼已经成佛了，那应当也把众生的真如自性也转过来跟佛一样嘛，我们应当都是跟佛一样才对呀。为什么没有转过来只转你佛自己本人的这个真如自性，众生的自性跟你相同，可是又转不过来，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呢？这个道理自己想想可以明白，因为佛历劫修行断烦恼成菩提，我们还没有修，所以呀无量劫来轮回生死，那么这个可以想象，自己可以明白，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六道众生的分别啊？那么同样都有佛性，为什么还有六道众生？云和浮游、地狱、恶鬼、畜生，这是三恶道，造五逆十恶，堕落在地狱。地狱道的情况，后边经文有详细说明，在这个六根受报的情况十四因六交报里面有详细说明。恶鬼后边也有说明恶鬼道，恶鬼应当证明就是鬼道，鬼道恶鬼只是鬼类的一种而已啦，但是平常习惯了都称为恶鬼，以恶鬼为代表整个鬼道，因为鬼道众生饥饿的因缘特别多，受饥困的时间多，所以鬼道往往就被总称为恶鬼了。那么坚贪不舍，由此就堕落恶鬼道。畜生道旁生呢，我们跟我们人道众生共住在一起的这个猪牛鸡鸭那这微小的动物，这些都是属于畜生道那么他们也是造了罪业而堕落在畜生道，这是三恶道众生。修罗、人、天三善道众生，修罗是简称，应当是阿修罗，阿修罗翻成中国话是飞天，有天福而没有天位，因为他在修因的时候善恶交参也修布施，也修善法，可是他的极度好胜这种心非常强，喜欢斗争，所以结果他这个善恶同时并作，最后就堕落在阿修罗那么阿修罗叫做飞天他有天福而没有天位。阿修罗道的众生
另外我等经文到了后边呢、啊，说七去里面有最后有讲到欧修罗啊，刘四生欧修罗，后边经文有说现在重约，人就是指我们现在大家人道众生啊，在时间上顶天立地的这个人道众生啊，他过去修人道的善业啊，以佛法来说修三规五戒啊，能修学佛的三规，归佛归法归僧，然后持五戒，那么最少能够持少分戒，也能升到人道。人道的修因呢、啊，是修三规五戒啊，也要兼修十善，那么这是人道的声音。那么身在人道中，人有苦乐，有富贵贫贱种种差别，那就是由过去的业报、个人的别报啊，那么所受的这个苦乐不同了，这是人道。天是天道啊，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啊，这个天道众生享受天上的快乐，那么他除掉三规五戒之外，还要进一步修上品十善，升六欲天要上品十善，那么逃离天以下一定如此，逃离天以上啊，从这个十分天以上夜魔天就要带有定功了，如果没有禅定不能升空居天，他把这天以下要修未到地定，看定功的生前生这个四天，那么色界要修色界的禅定，修除禅生出禅天啊，乃至四禅，后边经文都有说明啊，还有四空天修四空定，那么这个修罗人天这个三叫做善道啊，就三善道，由修善法而生到这三道中啊，等到等字啊，就是等于本经所说的除掉这个六道之外，另外有一个仙道，修仙的有个仙道啊，那么所以要叫做修罗人天等道啊，那么等于后边所说的七趣当中的仙道，仙从人开出来的，修仙都是人，人去学修仙，是人修仙的成分比较多啊，所以仙是从人道里面开出来的啊。这些六道七趣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些众生呢？这些众生一样有真如自性，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转过来成为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些原因，他都希望佛能够一详细开示，那么下面主要是问这些六道七趣众生啊，这个各个有个地方是他本来就有呢，还是由众生的妄心升起？所以阿难问说：“世尊，此道就是此六道，包含七趣，这些六道七趣众生是本来就有的呢？”如果是本来有啊，一向就有啊，一向就有，不曾有所变动，那才是本来有，或者是由众生的妄想造业，由习气造业去升起，那么你造了什么业就有什么果报，那么什么道就升起来，还是是属于哪一种？那么当然了，很显明的就是由众生的妄习升起了啊，由众生有无明烦恼妄想啊，由此起惑造业，那么造业的业因成熟了，必定就会受报啊，那么受报的时候，那么由这个造业的差别，所以就有三善道、三恶道、六道的分别啊，那么这是由众生的妄心而生起啊，那么阿难的问法应当他自己也已经了解，总是为众生啊，他不能不提出来问啊。世尊，如宝莲香比丘尼
持菩萨戒，施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发誓于仪，先于女干三大孟婆，后于姐姐孟婆烧然，堕无间狱。这里欧然呢，他提出三种四证，说明众生造业受苦的情况，这个三种四证不出贪嗔痴，就根本烦恼的贪嗔痴，宝莲香比丘尼所做的就是属于贪，在生的三业当中就属于淫，那么这是破戒，那么又妄言说非杀非偷没有业报，这是破戒，说明他不但破戒，而且破戒，破戒就无救了，如果贪破戒有惭愧心肯忏悔还有救，如果是连戒都破了，这个人就没有救了，所以他提出这个像宝莲香比丘尼，他受比丘尼戒之后再进一步受菩萨戒，那么受过菩萨戒之后，他没有好好的去修持，而升起邪见，认为这个淫不是杀生也不是偷盗，这应当没有什么业报，所以他就胡作乱为，结果呢他这个话发出来之后，他造了这个罪业，就是从女根生大孟婆烧他全身，全身节节烧燃，由此深深就堕落无间地狱，这一点的故事啊，在其他的经论里面没有见到，那么可能啊，这也是在佛法的晚年啊，我偶然会有发生这种事情。所以阿难提出来问，像这个破戒破戒的人问题是相当严重了，然后接下来说两种事，第一就是琉璃大王，第二就是上山比丘，